男星安宰贤与女星具惠善今年八月闹婚变，不少网民指具惠善社交网中毒，更有人留言说来人收了他的手机了。有网民在具惠善的社交平台下留言说，你是因为在意安宰贤所以不断更新社交网吗？时具惠善回复，我好讨厌你。而网民就回答说，姐姐我只是好奇呀。具惠善就再说，原来是这样，对不起，我好讨厌他。非凡娱乐，实时。